今年我就53岁啦。其实咧喺我的人生里面咧，过去有40多年工作狂，一路拼搏，一路拼搏，系有啲成绩。我曾经赚过差不多成3亿，都唔少嘅。不过咧，真系当神去呼召翻我嘅时候咧，我真系突然之间觉得好懊悔啊！人生系咪就系咁样嘅咧？所以由此咧，我自己就去踏入一个新嘅里程，希望咧将我下半生咧奉献翻出嚟俾上帝。而家日头咧，大部分时间就系以义工为我嘅正职，有2个义工我做紧嘅。第一个咧就系老人家嘅服务。另外仲有一個義工咧，係就去關心嗰啲嘅弱能人士，俾我一個好大嘅喜樂。我嗰個潛力係唔止過100万嘅。如果我係自己用一間公司自己做老細咧，所有嘅錢就係我賺曬啦。開咗一間顧問公司，就去揾一啲有潛力上市嘅公司。一毫子 cash 現金我都不抽的，反而呢我呢就話我要俾錢你入你股，咁跟住我包裝你上市，所以好多人會俾嘢我做，因為你唔使俾錢我嘛，我仲俾錢你喎，係嘛？咁跟住我幫你搞曬上市喎，上一次你分大橛，我分細橛喎，不過以我嚟講，嗰個細橛都講緊係幾百萬到1000万，啱啱呢就喺2000年前後。嗰段時間香港嘅股市咧就係嗰啲科網股咧就炒得好熱烈，咁我就係做嗰啲嘅科網股嘅上市，全部用1000万做單位噶啦，咁多數都2-3千万咁樣嚇，3000万留下都唔係點諗噶啦，咁咧最犀利嗰個咧，我係將嗰啲股份賣曬出去咧，超過1亿嘅 cash。瞓覺之前拍拍我老婆，喂，你知唔知道我已經日賺咗1亿？老婆，啊，瞓覺啦，瞓覺，坐住佢。咁我好開心啦。到第二朝咧，冇咗個開心，因為我想揾10亿。冇咩嘢做啊，咁咧我就諗下個人生嚇。我最記得咧，撩起我嘅咧，我就睇嗰個《聖女貞德》嗰套片，好感動喎、啊。點解有一個人佢會咁 devote 去佢個信仰嗰度嘅咧？哇！甚至無即係差唔多去到死啊，俾人用火燒佢。我諗翻起我年青嗰陣時候，其實都幾係去投入基督教喎。咁就諗啊，究竟有冇神嘅咧？咁樣。咁我咧又喺度買啲書嚟睇，又從科學裏面去睇下研究下有冇神。量子力學咧，佢講咧，原來呢個世界咧，所有嘢咧一定要有一個人喺度 observe， 有咩高等智慧嘅生物去觀察住呢個世界，監察住呢個世界，唯有神。嗰陣時個仔就讀幼稚園啦，有一次個仔咧就家長日嗰陣時，佢嗰個老師同我哋講啊，佢話我教過咁耐嘅幼稚園生咧。我未見過一個細路咧，當佢問佢想學咩嘅時候，佢想學呢樣嘢，佢話咧，佢話 I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God。哇！我聽完嗰個老師講嘅時候，我真係突然之間就忍住淌眼淚，即係我諗緊係咪神喺度 call 緊我，掙扎多2-3个礼拜到啦，咁我就去一笪空地嗰度，作出一個好簡單嘅祈禱，咁我望住個天，我就話耶和華，即係我。記得你的名字，如果你是真的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，我願意我一生的生命都歸回給你，因為如果這個天地是你做的，我根本就是 nothing。 做這個祈禱的時候呢，就想起自己呢，就哎呀，過去18年好像浪費了很多時間，好像我又不是說做什麼壞人，我是一個很發奮的一個的年輕人，但不過咧，我係有一樣嘢係就我背棄咗神，好懊悔流眼淚。咁流眼淚咧，咁咧突然之間又起落走翻嚟，哇！就好似我記翻起我年青嘅時間喺個靈修營嗰一晚嗰個祈禱，第一次好俾神嘅愛包住嗰個感覺，我即係認真跪低喺神面前祈禱，即係話神啊，真係求你指示俾我。噔一聲咁樣，
神就話：嗱，你呢啲你真係要放棄，呢、這個要放棄，嗰、那個要放棄。同我信仰有阻礙嗰啲，我就 cut 咗佢 ，cut 咗佢，即係間平間賤賣俾 partner 咁樣，即係賣親咁啊冇幾百萬係最少噶啦，即係過千萬。財產咧，啊當其時咧都有億松啲噶，一年內咧係跌咗90%。一個普通大學畢業生，我打工可能到時都係累積咗千零萬，咁又我由億幾跌咗嚟九成，又千零萬都冇乜，唔係話太衰啊，咁神都唔係話對我太衰，我話好淡然啊，我完全冇覺得呢、這個冇所謂啦。